算命师傅是否都还是搞不懂，我不相信谁能算命运的行踪，他是如此让人着迷的谜，好险你没赶上飞机，我才能遇见你。你是个奇迹，还是我的数学不好？在这平凡世界，我们多么渺小，算来算去，这几率只是一分之一，我才能够跟你一起。我该买彩券，我的其实一分之一。两个有缘的人是这么不容易，如果有缘分就该狠狠的珍惜。宇宙里的不合逻辑，终于幻化成了日记，让人目眩神迷。你是个奇迹，还是我的数学不好？在这平凡世界，我们多么渺小，算来算去，这几率其实一分之一。我们多么渺小，算来算去，这几率只是一分之一，我才能够跟你一起。我的计算机没有那么多零，算也算不清，这是命中注定。其实。